看出来没有，人家一下子扑多少个怪，抢攻多少点，下个回合封路直接就拉满了，兄弟。导演怕什么？导演怕解不掉，拉屎。这你可太秀了，这个这都没乱套，这是第四波了，就是他这个应该有一个是法术师找的，应该是是吧，他应该有，应该是最后一波了啊，我只要把这个扭曲虚空扭掉就赢了，可以潇洒，我就欣赏你这种潇洒洒脱这个气质，我欣赏，好吧，导演，我就希望你用这种方式解决战斗，挺好的，没有问题，与时俱进。应该还有什么东西，海巨人两张没了，大漩涡还有张连环爆裂，现在需要一张，这还能打六，这还能打七，北北，我已经把这玩意拖到左边来了，你还能拉得出来？你拉得出来有鬼了，兄弟！我不会说的，我不会说的，我不会说的，我不会说的。非常尴尬，从外面过去，哇哇，哇哇，这舒服，哇，爽爽，这太爽了，啊，爽到，这感觉体验真棒，这个这还是导演给的吞噬意志，今天我们抽，来个刀赢了，来个刀赢了，兄弟，来个，我真的舍不得七甲，真的舍不得起，我说句实话，我舍不得起。妈耶！不是，我感觉他可能也是卡了一手什么妖艳的东西，要不然的话也不至于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是这个一个，然后这个一个。然后全场旋风斩一下，妈的，又被骗成了。这卡组的话，游戏体验一般般啊，我没有感觉到那种四十分钟以后的快感。挨打小王子，挨打是一个体验。它并不是一个过程，好吧，这你们觉得好像暂时一直在阿打的话，就是你们难道就没有玩过肉型的上单的吗？我出狂徒怎么了？真是
我血厚怎么了？我甲高怎么了？我就是，我站在这里反弹反上甲把你弹死，你咬我啊！就这也是游戏的一种方式嘛？你说是不是？我皮糙肉厚，你打不动我。你看到我有点恶心，那其实是你的体验，但是你吹，哎，我不吹牛逼了，居然是海盗战。我靠，为什么是海盗战啊？他出三眼的，哎，怎么是海盗战啊？这游戏。对啊，我也要锤人了，一会儿看我怎么锤这个海盗战。锤不锤得动？大声告诉我，海盗战天下啊！兄弟，我觉得这样子吧，就直接这样盾了之后，然后直接打一个鱼死网破，给他留一个怪，好吧？我这个刀的话留一下，因为我可以触发这个斩杀效果。我即便是这个回合解掉，我觉得也没什么卵用啊。整个画风是不是特别的有趣？海盗战天下，第几？那我赢了天下第一，我是第几？
这不算是一个海，就是一个海盗战的终极天胡模式吗？问题是我在五费的时候一血强行把整个局面翻了过来，这就是这个游戏的魅力。快告诉我沙包是不是很屌，请叫我终极狗王陈二狗。我要出打出大大的地，我要出打阿弟，看我皮肤漂不漂亮，看我皮肤漂不漂亮，看我的买皮肤，看我的新买的皮肤漂不漂亮。哎，什么哎，乱搞的啊。没有新火的，我靠，罚我，我靠，我不停想死了。